but I must admit that we've gotten. And so from what our men running in a smooth fashion, today as of 3 p.m., the site's already done. Another one, again, that's on Tempera Pines. It's open 9 to 5. Today, pretty much every bar and stadium on Monday.今天的抹茶双层芝士蛋糕好吃的不容错过，比原版都要惊艳呢。首先呢，我要强调一下，这款日式蛋糕它是意大利提拉米苏和日式半熟芝士的结合品，有了这个概念你就不会觉得它复杂了吧。最下层的蛋糕体我们用上一期摸米厨房介绍的抹茶蛋糕，切出 1.5 厘米左右的厚度铺在模具里面，模具需要提前铺好油纸或者是油布，接着我们来制作中间层，228克奶油芝士和50克细砂糖高速打发顺滑，加入6克的抹茶粉打发均匀。接下来呢，两个鸡蛋打散成鸡蛋液，分次加入到芝士面糊里，每一次加入鸡蛋液都要等面糊吸收之后再加下一次，同样分次加入淡奶油。为了得到细腻的口感，我们可以给面糊过筛一次，然后这样就可以把面糊灌入模具了。烤箱提前预热150摄氏度或者是300华氏度，烤20分钟。烤好的芝士拿出来，表面呢是要有这种咚咚的感觉，不能全熟口感不好，也不能不熟，到冰箱冷藏，等待下一步的制作。最上层的芝士面糊其实就是提拉米苏的主体部分，先用冰水软化5克的吉利丁片，鸡蛋黄2枚，细砂糖30克，清水40克，这三样小火加热搅拌到糖融化和液体出现泡泡，然后呢加入软化好的吉利丁搅匀，等到温度降为常温，加入95克的马斯卡彭芝士，混合均匀之后过筛，
在另一个料理盆里面打发220克的淡奶油，再将马斯卡彭芝士面糊和淡奶油混合均匀，灌入模具。这里我们要保留一部分面糊不使用，留作最后装饰做粘结作用。留存的面糊要常温保存，之后呢，把蛋糕模送入冷藏，至少需要冷藏4个小时。可以在这之后呢，再继续冷冻1个小时，这样会方便我们之后的操作步骤。表面的丝绒装饰呢，其实就是最下面的蛋糕体的蛋糕，把它分成小块冻硬之后，用擦芝士的工具擦成碎屑备用。取出模具里的蛋糕，在表面涂上之前留存的面糊，再撒上蛋糕碎屑，这样抹茶双层芝士就制作完成了。相信有一部分朋友当初就是因为这一款蛋糕认识我的吧。最后还想啰嗦一下，和配方一样重要的是操作方法。发出来的蛋糕制作方法和配方，我已经把糖量降到最低，甜品的甜度由操作方法和配方含糖量共同决定。糖在配方里除了增加调味，还有对其他组织和成分的协调作用，所以不太建议大家去修改配方。如果你喜欢并希望我继续分享这样的内容，请点赞给小星星，我会充满力量继续努力，下次见。